有提名就當贏了，真係有提名，起碼人哋即係睇得到呢一部戲，咁我已經覺得好好。我又冇諗住會贏，所以我就冇諗贏咗之後會點樣。第一次有提名係電影公司即係打電話俾我啦，導演打電話俾我，我真係喊咗出嚟。唔係我喊咗出嚟係因為大家咁努力去做呢部戲，有觀眾睇得到。我諗呢部電影係最挑戰性嘅，你50多個景，由資料搜集到做唔同嘅景，成個世界點樣連貫埋一齊。是挺挑戰性的一部電影。咁你話即係感觸，咁當然啦，即係我紅富子出身，唔係喺電影圈，咁我亦都受過非議，即係你唔識做噶啦，冇上心嘅，但係自己咪努力啲咯。新聞話你懟冧李俊啊，好似仲急過我哋揾到兇手，咁唔單止我會走。